是一位在韩国首尔出生的女艺人，生于1990年的她，至今已经出道了将近11年，名气也算挺大的。林允刚红起来的时候，还有不少林允儿的粉丝说林允是照着她的名字改的艺名，你们觉得真是这样吗？林允儿和林允的名字这么像，一不小心还真的很容易看错呢。不过两人还是差的挺多的，林允儿现在是短发，而林允一直是长发。林允儿也算是一个辨识度比较高的韩国女星了，清新中带着典雅的魅力，她的穿搭风格多变，有时候很随性，有时候又很显优雅端庄的气质。现在短发的她穿搭也是别有一番魅力，但有时也会穿搭出错。林允儿穿搭朴素，现身机场，上半身是一件白色 T 恤，短袖的款式非常简单，不过领口还是做的挺别致的，增加了黑色条纹元素，多了一丝运动风，短袖的搭配还是挺好的。不过她却穿了一件可爱的短裙，感觉她装嫩过头了。林允儿的短裙属于散状版型，偏可爱，但是穿在她身上有点不太搭，和白色短袖也不是很合适，而且她穿这款蓬蓬裙一秒就暴露了缺点，不知道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，她的双腿看起来太弯曲了，有点吓人。林允儿虽然长得是很好看，但是搭错衣服也是尴尬的，而且腿这么弯，最好别穿短裙。除了裙子搭配不恰当，其他方面她还是搭得挺好的。黑色单肩包加入流苏设计，多了几分淑女气息，白色运动鞋有显休闲，林允儿这套造型是不是就好看多了？一件剪裁很简单的连衣裙，瞬间就将她优雅又清丽的气质给凸显了出来，而且宽松版型的裙摆还能起到很好的遮肉效果，裙身还布满花纹，独特又清新。林允儿内穿一款金色的吊带裙，裙子还增加了亮片元素。